等一下露馅了。笑一下，好。这个是有些时候是很难描述的，宝宝。几度就不会讲了。讲讲到底还需要几个字吗？不能都闭吧，都闭不能比一针，只能用嘴巴讲。啥意思？是。能讲话而已，但是不能直接讲。不能讲那三个字。对，不能。阿姨共有。三阿姨。也是。也是。阿姨。那个东西很怎么样？姐姐。嗯。三。你是阿姨。那。对不起，这样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没有听到。嗯。不能用笔的，不能用笔。不能用台语讲。用台语讲啊。是几个字啊？三个字。最近的吗？嗯。关于什么？萌学员。哈哈哈哈哈。姐，赶快给我海报，我要帮你。姐，快点给我海报。票房，票房。姐，只有我懂那什么梗。嗯，第一个加第二个是一种糖。糖然后五糖一种糖哦，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，第二个字，你讲头前两个是糖，嗯毛毛虫啊，雷根，嗯，怎样叫毛毛虫？苍蝇王，嗯，还有企鹅，五贝卡。蜘蛛人，嗯，蜘蛛人，蜘蛛人，为什么蜘蛛是一个糖啊？虫啊，虫啊，是吗？蜘蛛，蜘蛛。